今天辛苦你了。下不急。家带的和薄教授发展到什么地步了？莫非今年就能喝你们的喜酒？八字还没一撇呢，他心里只有工作。我预感你俩会很幸福。简洁啊，你怎么样？我早着呢，身在刑警队，想找一个像你这样春心萌动的女孩也不容易啊。春心萌动？嗯哼。去哪？哎，你不是说不知道他心里有没有你吗？这还不容易，试试他呗。咱俩强强双方，刺激刺激他。我跟你说，只要是个男人，都经不起刺激，尤其是像罗教授这样自负的。我不要，就算能逼他说出真心，我也不想刺激他，我也不想让他有一点点的不自在。你怎么能对他温柔成这个样子啊？真的不用。你怕什么？我还能害你啊？你的幸福最重要。刚才在说什么？我们没在说瑶瑶的感情问题。感情？上次他帮你办杀人惊吓案时，我们局里好几个小伙子都看上他，想追他，所以都托我帮他们探口风。怎么样，想好了吗？再说吧。对于一个好女人来说，追求者在于精，而不在于多。没错。郭教授，您是前辈，如果身边有不错的青年才俊，给我们瑶瑶介绍介绍。他妈老挂念这事。青年才俊，当然有啊，非常杰出的青年，只要简瑶需要。我们不聊这个话题了，我暂时也不想找他。我们去那边坐坐吧。我都 OK 啊。简瑶想去，自然就去。喝点什么？一杯玛格丽特。我来一打啤酒。啊，那女士您喝点什么？跟我一样。这你就不知道了。瑶瑶从小就是千杯不醉，一小杯鸡尾酒对于她来说太不带劲了。去你！我今天就喝啤酒，啤酒，谢谢。好的，稍等。静媛，我可以叫你静媛吗？只要你喜欢，叫我什么都可以。静媛。我从第一天认识你，就无时无刻不在想你，就像沉进了深深的湖水里。我一直努力地克制我自己，告诉自己那只是单纯的惊讶和崇拜。可是现在，我不想再骗我自己了。我的心已经为你沉沦了几年。
了啊，老杨，可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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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怎么总说来？我都口渴了，我肯定的，喝。你不陪我一个吗？我不陪了。你不上娱乐的事儿？你要是请我去的话呢，可以考虑一下。那我现在非常真诚的邀请你，对吧？遵命。快去。他会唱歌吗？他唱的非常好。你不唱歌吗？我为什么要唱歌？笑什么？没事儿。我看看。不行。我看。不行。下面这首歌，我要献给我的一位好朋友，以及他的朋友，祝他们幸福，也祝全场所有的朋友都幸福。